到的主角吴宇龙到现场，谢谢。大家好。在哪里？媒体有需要可以先回。看中间。我们先看中间。好，那你谢谢。这边。好。来左边。来左边站一下，左边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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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边，说好不打脸。来看一下最左，最左，最左。好，这边是现场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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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左边。来中间，来最左边，最左边。最左，最左。这边是。来，眼神中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够了，感谢大家。好。有需要电子礼房吗？没有了。各位让我带一下。大家，我请吴宇龙跟大家打一声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宇龙，谢谢你们带我来台湾，很开心。因为之前就想不起来了，这次呢就是帮吴指导，所以很开心啊，谢谢你们。好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们现在进行平面的联访。麦克，麦克。行。我今天来那个飞机有很晃吗？没有没有，下来的时候有一点点，不过就the whole trip 整个都没事，很舒服。前两天有担心说可能会来不了，对。我没有担心过，我知道一定来的，我有个感觉一定来的。香港风雨大吗？现在没有，现在还行，现在还行，香港还行。那我看到台湾就是那个什么很多都飞来飞去啊，就是风雨很大，屋顶飞来飞去，对。太快好吗？在台湾吗？我没有看过，不过我知道打风对吗？打风的时候，在香港的时候都有，这很多东西会跌下来啊，都要小心一点。所以我们打风的时候没有开工，对，要小心一点。这次在电影里面没有跟那个九龙一样，就是可以露出真正的脸，有没有？很期待让观众看到。那时候因为我之前很多，我很多戏都没有这个妆，对，有衣服是九龙现在，所以这个妆是平常的，这个平常是这样的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真的吗？哇，谢谢你们，你们对，每次来我都很开心。所以这两个月有认真就练习那个吗？就这样。因为我有很多工作都有说普通话，所以我不是特地去练习的，不是就说多一点啊。我现在有一点紧张，所以我说的不太好，对不起。你有看一些台湾的剧、什么电影之类的练习吗？因为很多好像。有没有什么介绍啊？推荐。有没有推荐？台湾有，因为你不有没有吗？你此时此刻是俊谦有，俊谦还有入围。好啊，今晚看。好，会去看。
今天晚上看，然后练习。对，那因为说到俊谦，他其实也在台湾有演很多戏啊，电影或戏剧都有。那会不会想也想要来台湾演一些戏啊或电影之类的？哦，我觉得什么地方你找我，我都会去。我要看看这个剧本，我看看剧本这个故事，我可以我可不可以帮这个帮这个导演说这个故事？因为我觉得这个角色可以的，那么什么地方都可以。特别是合作台湾演员或导演吗？就我很久没有跟这个吴建豪合作了，跟他，不我们吴建豪，我的好兄弟，这我们，因为我们我们很想三个人，我跟他跟安吉杰也三个一起在拍这一部电影，因为很多时候是他跟安吉杰，或者我跟安吉杰，或者我跟这个吴建豪，不很小的三个一起。所以我先快一点想一想一个题目，所以可以三个人一起合作。那现在有台湾的剧本找上门了吗？有没有台湾演员要关照的？暂时没有，暂时没有。不过可以了，可以。我欢迎，欢迎，欢迎。所以也是一样，什么都可以演，就是反派、正派、反派。我觉得反派、正派都没关系，最重要的是这个剧本，这个剧本，这个故事，还有我这个角色可不可以帮这个导演说这个故事？如果觉得这个角色可以了，怎么我适合做主了？我觉得这个事情最重要是这个。对啊，而且也可以帮忙做武术指导嘛。哦，也行，我特别喜欢做武术指导，因为做武术指导时候，这个时候你的脑想一点东西，你走一点东西出来就可以看，所以这个感觉很特别。想问一下，因为这部戏是在讲替身嘛，那你应该会有很多感触，就是你以前有没有类似这种？对对，我之前我建行的时候是这个武行。武术，跟还有一个副谋士指导，副武术指导啊，还有入行，还有是替身，所以这我明白，所以我明白这武行这个感觉，所以这两个导演是我的好朋友他的爸爸跟我爸爸是师兄弟，这个蔡礼夫这个蔡礼佛这个功夫还有他们。刚刚开始做武行的时候，我已经走这个武术指导了，所以他们两个帮我很多部戏了，所以他们告诉给我听，我有一部戏我想开说这个故事的，我说 OK， 我一定，如果你想我的，我一定会帮你的，找我拍。他刚说刚入行的时候有当过武行跟副武术指导，所以其实片中最像你的角色应该是刘俊谦的那个角色，对不对？对，有一点讲他。就你直接说我的妹妹，对，我看这个剧本的时候，我说这龙仔，就因为我做武行的时候，他们叫我做龙仔，所以很多人说这个他的故事跟我的有一点不同，不过他的 spirit 这个精神，对精神有一点，因为他就很喜欢这个八十年代这个香港那个动作电影，所以他想做这个武行。不过就现在没有太多动作电影拍的香港，所以跟我开启的时候有一点讲，有一个这个情况。但他所遭片中他所遭遇的那一些，跟你当初出来的时候遭遇的一样吗？就比方说武术长很凶啊，要你搏命啊之类的。对啊，同你以前嗰啲经历好似，即系话出到嚟好怕，要搏命。我觉得这部电影，这个两个导演找很多。就我们行内行内那边的这个不同的事情，跟你发大一点，所以每一个事情都有一点跟夸张的真的个事情，不过有一点夸张啊，因为是一个，因为他们不是拍一个 documentary， 是拍一个电影，所以这故事最重要的啊，所以观众看了觉得 OK， 我明白这个故事了，还有我被这部电影 entertained， 这一个最重要的事。你有做过最危险的动作是什么？像电影，就我，对，在这部电影，真实的，之前，就我之前有说过，我拍这个修炼阿虎的时候，跟吴建豪跟汪吉杰，我之前就这个是我第一部戏做这个副指导，还有做一个替身，咁有一场戏我有替这个吴建豪，咁啊就汪吉杰有那样抛他，他有凌空一。一二八，连，所以就龙仔就我来 ，OK， 就我穿他的衣服，咁啊，什么做这个动作呢？他们将这个钢线啊 ，wire 钢线 ，wire 在我的身
去尼克逊，所以我他拍我的时候，他赖，对对对对，下来，嘣。那么我拍的是我拍这个镜头之前的前辈告诉给我听，你小声一点。下低的时候你的头卷一卷，所以不会啪。那么所以我说脸朝地上，就是侧先侧一点，不对对 对, 对。所以我 OK， 我明白明白。不过我可能有一点酸了，我心就是对比较心。所以我还没应该差不多到这个底下线卷了嘛。我比较早一点，早一点卷，对，所以我不是这样卷，是这里卷，所以这个 wire 爽，脖子，我的脖子，不过这 live wire 这师傅对吧，很有经验，所以他看到就没有那么经验，这个师傅有可能拉紧，不过他见到有一点问题了，砰放，所以不太高，所以可以放，嘣，那么晕呢？晕了，这个我。行了之后我很多人在我的头上面看着我，就我干什么什么，就很多人看着我，哎，什么发生了，什么发生，根据我们的楼台大佬请假了，请假了，你们做什么？我说我们是香港武行啊，快一点起来。因为为什么呢？他那么说，因为他不想给时间你怕，因为你害怕的时候呢，你再做呢就做得不好，有可能有灾难，所以他因为我们知道是什么发生什么问题了，所以我下一个就我不捐了，我在宁愿免了，对，宁愿脸朝地，就不捐了，所以下一个就行了。所以如果现在你们看这个电影，有这个镜头，那张脸没有受伤吗？没有，因为我用的手拍，怎么还有这个地下有一点 padding。有那个垫，所以好。但因为像你长那么帅，会不会想说当替身很容易伤到脸？有没有最怕受伤的地方？可不，破伤啊！你啊，咁靓仔，哎呀，咁惊破伤，哎呀，衰鬼，哎呀。不用，因为我不觉得自己什么帅不帅，就我们打功夫的不理太多，不过因为我们拍功夫片的时候，因为我跟武行啊，跟别的演员呢都有锻炼，所以有很有信心可以保护到自己，所以应该不是。那你这样工作这么危险，会不会保险公司不让你保保险？我的保香港的保险金 double 是 double， 哦，要付 double 的，对，因为他们记得我做什么。这一入行就开始保这么多吗？还是慢慢？现在比较多，就是身价上涨。一这样差不多了。他们记，因为我一间行的是五行，对，就我的。对，有一点危险。那就是因为就跟陆航就当替身嘛，然后当过很多替身，有没有觉得印象深刻？像可能一些就觉得很崇拜的，可能偶像啊，可能对当他替身之类的。我可以，我刚刚进行的时候，我剃个红肩膀，有个红帆，红帆，不过他给我一个衣服，也很大的，就你看下边的很窄很窄。机器也想那个头很小，就是下面机器在下面朝向去拍的时候，就是他的身形，然后往上去，就是他的很小这个头。不过他拍我的身体，就做一个后空翻。只拍他身体，因为要做那个后空翻。哪一部片的大哥？猛龙。哦，猛龙。那时候有没有觉得很兴奋？因为遇到偶像。对，很兴奋，因为我跟他打之前就是踢他，跟着之后我做演员了，就跟他有一点对打，哇，就跟他对打就更紧张了，更紧张了。之前不跟他打很好了，因为我应该有说过了，跟洪金宝打很舒服，他们他写个非常好的一个 dance partner， 所以他一定会帮到你。对，可以你拍的时候，你有一个镜头，你要低头，他打你，不过你忘记低头了，有可能他按着你的头再打你，拉高你的头，推你的头去这个 camera， 你看出来哦 ，OK， 谢谢。所以跟他拍很舒服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真的吗？真的 ，OK。谢谢你们。那他刚刚有说他是保险金要付双倍，那有没有因为就是可能很严重的受伤，然后领到很高的保险金？
因為你的風險應該很壞，咁有冇其他嘅想問？有冇其他想做嘅風險？我是真的沒有，因為我拍戲的時候有受傷。不拍戏的时候是电影公司他们帮我买那个保险，所以应该是他们。所以我受伤的多的时候都是拍戏的时候，所以通常都是他们帮我处理，帮我处理。那受过最大的伤是什么？除了刚被勒到晕倒之外，有之前有给安吉姐踢裂了肋骨。还有刚刚上个月。上两个月了。我刚拍一部戏，我有一个 stunt， 有一个 car stunt， 总之我有一点意外，咁啊我被个车拖。他被那个车拖着，因为那城市是一个车的特技，然后他就是被锁在那个车里面，他本来是要出来的，然后就有个道具那个枪。这个。有一点东西，有一点accident， 有个意外，有一点，所以我给这个、我被给个车拖着一点时间，感觉我的腿没有一块肉都不见了，是磨掉，所以做了两个 surgery， 两个手术停皮，在这里把一些皮放在这里，我现在好很多了，所以不过有一个月都不可以走路，对。这个大概多大？可以比一下，几公分的伤？对，有一个那么大，可以见到骨头。啊，OK 的，是，不过因为电影公司都很好，他很负责任，很负责任。等我恢复翻。当他伤口好了之后才不拍戏。对，再不拍戏。会不会有些什么后遗症？因为受过伤，然后就说可能这里有一点神经，有一点没有感觉。嗯。不，医生说没有太大问题。就像现在地位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会不会拍戏变成别人当你的替身这样子？因为你刚刚在地位同一情况，我也帮你拍戏。因为我拍很多戏都有很多时候都有人教我用替身，因为拍我的背的时候，他们说啊不想我累，因为还有很多拍前面这个镜头，不过我不喜欢，因为很多时候我跟这个舞师指导说我可不可以我打我没关系，我不累，因为我就看功夫片看得多的人呢，一看的不需要看前面，看的背啊。看这个身体语言，身体语言，因为你已经知道是谁了，所以我一个可以的时候，我不会用替身，不过我明白了，有时候有一些动作有点危险啊，或者我不想我受伤啊，这有不是我做不了，不如果如果我受伤的，这不是有很久时间都不可以拍的，所以我也不是这个。还有为了我的安全，所以就找一个提醒。就我不会说不好，就我看我可不可以做的。我觉得啊 ，OK， 明白，交给你。那因为就今天有那个台风嘛，然后就前天有台风，那因为你有没有过那种可能风很大的时候，或者甚至是有台风的时候，还要去拍戏？开工的时候通常都没有了，通常就一打风就停了，因为很危险的，因为这因为不是外边的里面，因为里面的好，我们有。坐车过去嘛，就有时候有一点危险，所以通常工作都会停。有啊，那个熊城在那个龙卷风，龙卷风，那个风，公司有个风。那因为东伟大就在片中是一个很凶的武术指导，可是据说你刚出道入行的时候，是他有反而是态度很好，然后他帮你说过话，是不是？哦，你说董师傅吗？董师傅特别好的，其实他是我在这个行里面这个首一首二这个最尊重这个人的，因为他不会看你什么红啊不红啊，什么火不火啊，这他看到你啊，你开工的时候态度好。同埋你很努力，他會幫你嘅。同埋他很喜歡幫啲新人後輩咯，後輩，所以他也幫咗很多，他也教咗很多。即係我認識他都差不多20年啦。咁啊，即我之前跟他合作是幕後的，所以就設計動作，去設計那些動作畫面。所以今次是第一次跟他在畫面。
前一起合作，所以有都有一点紧张的，因为他因为我很尊重他嘛，所以很多场戏的他骂我，啪啪啪啪啪，所以我有一点紧张的。在开机的时候，我有记得 ，OK， 现在是拍戏的 ，OK， 好，所以我因为我很尊重他，所以他一大声的时候，我就想啊，记得，啊。但因为你的角色有一点点怪他，就是在片中他虽然会大声，可是你也是蛮不屑他的这样子。在演会不会一喊卡呢，就搞得跟他道歉，说他刚刚不好意思这样？哦，那个那刚拍戏的时候，对，因为你要就是啊，算了，没关系啊。哦，不，他记得我拍戏，这个一点没事。不过因为我开机拍的时候，刚刚有几场戏，他一来就哇，他说啊，哦，卡，对不起，我演错了。OK 因为我特别尊重他，对，所以他一个很好的人，不，这个人是他很久了，所以他是一个很专业的人，因为他跟他的角色不同的，他在现场的时候，他很尊重，注意这个安全，特别注意，对他一个不安全的他不拍，所以他是这种人的，所以他有效果，还有不同时间也有安全，所以他是一个。非常好的一个榜样。那你要在他面前打，就是会不会也很紧张？那个动作他自己打的不够。哦，没有，因为他因为他会对我的打这个意见不错，因为他对龙仔 OK 啊，因为他很喜欢咏春拳，所以我也是咏春。我因为我是教咏春的，在美国的时候教咏春，所以我对咏春那个对认识都 OK 的。对咏春认识还是很好的。还好的，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就问我这个关于咏春这个问题，所以OK 的，我不会紧张，就对他面前，他跟他演戏有一点紧张，不跟他在他面前搭的不用，没有。那你刚说你拍戏过程没有碰到那么凶的武术，像电影里面那么凶的武术指导，那你有没有听说过过去曾经真的有这种，就是说要这样骂人之类的？我有面对过，面对过、我了，我开玩笑，不是我。要面对过，不是在骂骂骂骂骂，这是比较紧张，在经常紧张，因为做武术指导我也知道，因为我也是一个武术指导，对，很大压力的，因为你有安排动作，你有安排这个安全。还有你一定有一点很小的时间做很多东西，所以我明白他们的压力，所以他们想做得好，想安全，所以有时间你就可以大声一点，等每个人都听到他说什么，所以都有时间都遇过了。那像刚刚提到的钱嘉乐是很凶的人吗？不凶，他很喜欢搞笑，跟他蒋文人一样。那这次拍这部戏有被董伟大哥凶到了吗？有被他讲话有比较大声，有没有被董先生在大声讲话到？不，你讲不拍戏的时候，在拍戏以外，拍戏以外还是没有拍戏的时候，拍戏的时候，对，因为他很注重一些安全的东西，有没有发现不安全的？对，发现不安全的。哦，没有，他看得很清楚。还有这个武术指导是刚到海，刚到海，江到海，江到海。对，不好意思啊，恭喜我。他是很清楚他的东西，因为他是董师傅的好兄弟，他们都认识对方很久了。因为有这个刚师傅在，先叫这个先可以叫董师傅来演，所以他们是好朋友了，他们也合作了很久了。他们做一个武术指导，他们全部都很清楚。所以我近期我拍打的时候拍的时间不太多。不过都排了很多东西出来，因为他排一个动作，他们排的动作就是很清晰，很清楚，很清晰。还有这些武行是我认识很久了，所以跟他们配合得很好，所以这时间很快，所以没有太多问题。请问一下，就是你这次演一个是动作戏的大核心，你有没有就是在心里有揣摩过？比如类似像成龙或什么样的角色揣摩他们的状况。我没有模仿谁什么人，因为我觉得我看这个角色，就我觉得这个角色是什么，对，因为我自己有一点经验，就这个
无耻之道，还有走一个演员，所以我说我有一点东西，我有可能有看到别人的一点点，我就开始积极一点点的发呆，不同这个动作，还有这个 personality trait 啊。好，明白 ，OK 差不多了，好，差不多，好，谢谢，Thank you， 谢谢。对，你是这边吗？我们待会会继续要问。你们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听得懂。对，懂懂话都识听喎。同埋你哋好，我见到佢讲广东话。好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，让他们先休息。你们。